给大家分享一下纹身用的宝藏笔袋。选笔袋呢，要注意这三点：第一，不要选花里胡哨的，影响孩子专注力；第二，笔袋一定要选扎实的，这款在开口处做了一个硬骨支撑，所以笔袋看起来很立挺，而且底部还有一个压线设计，都是加厚耐磨的材质，拉链也特别顺滑。第三，不要选铁质的，也不要选塑料的，这种帆布的，孩子上课时不小心掉地上了，声音也不会太大。马卡龙色系也非常好看，关键它特别能装。三年级以下的用迷你款，三年级以上的就用大号的。